最近把作息讲一讲哈。哎，我怎么这个有端午节的中秋节啊？为什么我还在中秋节的生号呀？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这边祖先就巨龙，我就不给你们看了。那我们就直接跟你们讲什么是坐骑。那你看一下，我们这有一些称号。非常的帅啊，看不完。你看他这个戏呢，也出了很多皮肤了哦。但是很多东西可以跟你们介绍啊，不管是任何职业的，不过我最近可能会先把作息讲一讲。作息跑哪去？主要是作息比较帅啊，哇，这个很像又是新的了耶。因为我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骑通天局啊，反正没关系，我们就给你们看多一点。哦，这个很像也是突然新增的。那冰封我看过吗？天津有印象吗？前面再复习一下，前面这边应该比较有，因为他的坐骑是后来新增的，他先讲了吗？这个小白好像没有，啊，现在我们应该讲了，他直接讲了，抽一个玩家吧，恭喜，我们今天抽唐月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唐月的。我比较想去买混音奖啊！说错了，说错了，混音啊！那我们今天首先就讲到这边哈。哦，大白鲨都出来了。